有人说，怀孕是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刻。当感受到肚子里跃动的心跳声那一刻开始，女人就不再只是女人，而是全宇宙最伟大的母亲。我们是因为自己夫妻就是生完宝宝之后，那在第一胎哺乳过程中，其实我们并不是很顺手。那这时候其实是我们有透过一些营养来辅助，那我们也了解到说，哎，这些营养的补充事实上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哺乳妈妈，所以我们才会创立雅宁活力这家公司，希望借由这个公司，然后我们的专业可以帮忙到更多的哺乳妈妈。因为体验过从怀孕到生产哺乳的过程有多辛苦，品牌从享孕这个阶段开始，就替每对夫妻做好准备。有时候下班回家，然后看他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那边玩玩具，然后就转头跟我说：“妈妈，我觉得好孤单哦。”然后就觉得哇，好像没有生第二个，好像很对他很愧疚这样。怀抱着希望让女儿有个玩伴的念头，陈小姐和先生尝试过各种方式，但是都没有丝毫动静。机缘之下就遇见雅宁活力，我弟老婆就推荐我吃这样，然后我就想好吧，不然我就上网去搜寻看看，然后发现哎，网络上很多妈妈对那个雅宁活力的评价很好，很多都是那种就是想要怀孕的那些妈妈，然后他们去吃他们家的产品，就是蛮多妈妈之后都有成功的啊，就一个一个介绍一个。我们呢也提供准父母一些营养的帮助，我们的备孕系列相关产品呢可以提供准备怀孕的妈妈提早呢为迎接宝宝做好准备，那相对的我们的威力丰系列呢也可以提供准爸爸一些营养补充，帮助呢这些准父母可以呢圆满的迎接他的宝宝。那时候怀孕哇好兴奋，好想跳起来而且哦，我终于怀孕了，好开心哦！尤其是我赶快跟我女儿讲的时候，她更开心。这样，将养分化作怀孕的基石，以喜悦的心情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为家庭增添更多色彩。那时候其实才刚出生第一天，然后发现宝宝好像吃不到，一直到生产的第二天，我姐姐来，然后她带雅宁活力的产品过来给我看，先看卵磷脂的部分。在哺乳过程中，其实最大的问题点是，很多人他们会以为说啊，我生完了就自然会有奶水了。但事实上呢，刚出生完的妈妈，她的乳腺事实上是都还没有完全畅通的，可以透过补充的方式来让她的乳腺中结块的脂肪变成小分子化，慢慢的呢，让这个奶水呢可以顺利的流出来，哺乳宝宝。其实从卵磷脂之前我是不相信，可是我发现卵磷脂真的有那么大功效，我好像就会比较信任，真的对我跟对小朋友有帮助。14年来坚持带给消费者优质的产品，从网络的线上咨询与销售到门市的暖心服务，期许让处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女性一路都能获得妥善的营养照顾。我们希望说用一个像妈妈一样的心挑选最天然最安全的给家人，那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份心意传达给我们的客人。此外，品牌也为不同阶段的妈妈们准备了专属的营养品，透过雅宁活力这家公司，让我们女性呢都能够更健康，然后可以支持她们在家庭上面更有活力。